象工作室。青梅竹马的份上。禁止接触。运动是必要的。没完没了了。岩石的重，弹起来吧！咻！空气很适宜。我会跟上的。一定要干净。岩石的重，哦，棒棒炸弹，嘿，棒，啦啦啦，嘿，哈，嘿，呦，棒，嘿，哦，啦啦啦，哒哒哒。一起努力吧。下一项工作室，我会保护大家。
在这儿哟。啊！哎，接招！哈！哈！霜寒化霜。我会跟上的。我会跟上的。已做好万全准备。下一项工作是棒棒炸弹。交给我。我会跟上的。我会跟上的。受伤的话，快去教堂让拜拜大小姐看看。下一项工作是向着星辰与深。感谢你完成了今天的委托。
向着星辰。在游荡。闲人勿扰，我会跟上的。时的这次是飘大，扛起来吧！棒棒炸弹，哈棒，哼，嘿，嘿，哈！有两下子，禁止接触。选错了。下一项工作是又一个实验对象，弹起来吧。哎咻，嘿团长，他欺负我。
跟上的。下一项工作是送上门的声音。开锅了，开锅了！嘿，哈！这下弹起来吧！哦，这道，火力全开！这，见识下师傅的枪法！哈，哈，热乎热乎嘛！就这道，终于，还有这招，还有这招！好，这项工作该划掉了。终于，还是岩石的重量。令人安心。到，头了。送上门的声音。一定要干净，弹起来吧！嘿，嘿，有两下子吧？啊！还有这招！哈，哈，呀，呀，哈，就这道！终于，还是投了。
上的。放心交给我就好。这次是挑大的。霜寒化生，接招！还有这招！哈！哟呼！这招无量下子！哈！起风了！闲人勿扰，为了阎王对君。剪彻，好险！这次是挑大了，有两下子。留意脚下。天雷古音，好险！终于。霜寒化生，有两下子，就这道，一起来，风雪的缩影，留意脚下，哎呀，接招，大家加油！送上门的声音，岩石的重量令人安心。这下如何？应该赶得上，该打扫战场了。闲人勿扰，一定要干净利落。开锅了，开锅了！终于，还是。终于，抬起来吧。到头了。
姐，我们在找大河妖。你知道大河妖住在哪里吗？大河妖？哎，你们没有听过吗？就是一种很厉害又很狡猾的妖怪，能变成各种各样的东西，神出鬼没，喜欢骗人。我们家的稻米就被大河妖偷吃过，有一次我爸爸还被大河妖踹进了河里。好调皮的家伙呀。因为我们终于有能打跑他的办法了。我爸爸说大河妖最喜欢捉弄那些老是不回家的人，只要打跑了大河妖，我们就随时都可以出门玩了。但如果是厉害的妖怪，你们不会害怕吗？你们的爸爸妈妈也会担心你们的安全吧？不会啊，今天我告诉爸爸说我们几个人要去找大河妖，他什么都没说。说不定是现在的大河妖很弱，只能躲起来休息。只要在大河妖恢复妖力之前回家，就不会有危险。怎么听起来怪怪的，但好像又说不清楚。我感觉大河妖像故事里才有的妖怪，先那就告诉他们吧，这样就不用白费功夫到处找了。听我说哦，你们不用再找大河妖了，因为它是不存在的。不会吧？不可能，我爸爸不会骗我的。你们的家里人只是担心你们啦，到处乱跑的话是很危险的。不对不对，肯定有大河妖。对啊，萧空姐姐还给我们准备了武器，要教我们怎么炸妖怪呢。哎，萧空姐姐。大河妖的故事我们讲给了萧空姐姐听，她就叫我们不要害怕，要学会怎么把它赶走。我们等了好久，终于萧空姐姐说今天是个好机会，所以我们就出来找大河妖了。就是，萧空姐姐经常陪我们玩，给我们讲故事，她绝对不会骗人。但是，我们走去找萧空姐姐。等等，别走啊，别走！惹他们生气了，可是我也是担心他们才。不知道为什么还听到了萧公的名字，我们还是追上去看看吧。别伤心，别这么伤心了，他和你们开玩笑的，大河妖怎么会不存在呢？可是我们确实没有见过大河妖。那是因为大河妖很厉害啊，就是因为他这么厉害才需要你们出手，对吧？不用着急，也不用灰心，要成为很厉害的英雄，耐心和智慧也是不能少的。就算现在没找到他，烟花会开始之前他一定会出现的，在那之前记得来萧公姐姐家领武器，知道了吗？点燃我特制的烟花，无论大河妖有多厉害都能把它吓走。家里的东西，田里的庄稼，还有爸爸妈妈，都轮到你们来保护了。知道了，既然萧公姐姐都这么说了，我们就再耐心一点。对了，别着急走，我这里还有几张纸条，你们一人一张，记得带回去给爸爸妈妈，让他们好好保管。只要说是萧公姐姐给的，他们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。知道了，谢谢萧公姐姐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谢谢萧公姐姐，你也要早点回来陪我们玩哦。好的，路上小心，待会儿我们再见啦。那个果然是你们，听孩子们的描述我就猜到了。没关系，不怪你们，大河妖在孩子中的人气很高，草率地否定他的存在当然会让孩子伤心了。那么大河妖的确是不存在的吧？第一次听到他的故事，我就觉得多半只是孩子们的父母编出来的妖怪，为了让孩子们不要乱跑。不过孩子们来问我的时候我没有拆穿，
而是说大河妖外貌可爱，喜欢恶作剧，但不喜欢伤人。他们现在相信的大概都是我编出来的形象了。原来都是你的创意啊。或许吧，但不管怎么样也轮不到我去当这个拆穿谎言的人。他们的父母可能只是为了让孩子不要乱跑，但也可能有其他的考虑。在我不了解的情况下，我就草率地说大河妖什么的不存在的，很可能会害了他们。而且对孩子来说，相信并且喜欢就好，真真假假什么的不是那么重要的事啦。我心里也有很多很多憧憬啊，点燃之后会旋转喷出七彩红光的火钻，隐居深山为仙境指路的雾灵，我知道都是不存在的，但是我还是愿意相信。别人要是在我面前说别傻了不存在的，我就会朝他做鬼脸扔石头，因为很讨人厌，对吧？就算是假的，但是很帅气很浪漫，轮不到别人来否定吧。童年曾经相信过的东西，经历过的事，慢慢都会变成无可替代的宝物。你们小时候也相信过战胜恶龙的勇者，斩破黑暗的圣剑吧？我觉得其实是一样的东西。拆穿了童话，又要告诉孩子们什么呢？说到极限在锁国了，或者演兽令的故事，都太早了吧？对，太早了。不管有没有听懂，总之放心吧，我会注意孩子们的安全，好好保护他们的。好了，我差不多也该回去了，长野原烟花会就在眼前，还有好多事情要忙。长野原烟花会是你们家举办的活动吗？对啊，毕竟挂了我们家的名字嘛，这个活动在道奇很有名。对了对了，你们接下来有什么事吗？没事的话就一起来参加吧，我来给你们准备一个超好看的烟花。嘿嘿，那我先带你们去长野园见见我的老爹吧，烟花会之前还有几个烟花没做完呢。哎，道奇有个八重堂，也有很多喜欢写故事的人，他们写的故事。但经常会有不好的结局，比如火钻被有钱人扔进了展览厅，再也没有被点燃的机会。雾灵被人盯上，虽然最后没被抓到，但他生气了，躲了起来，再也不出现。战胜恶龙的勇者变成了下一只恶龙，斩破黑暗的圣剑变成了毁灭世界的武器。虽然我知道这样的故事也会很流行，但我不喜欢，真的喜欢不起来。那些浪漫的意象保持浪漫就好了。老爹，我回来了。马上就到烟花会了吧？各家各户的烟花都张罗得差不多了，这两个人没见过呢，是新朋友还是客人？啊，都算吧，他们是前不久才到这里来的，既然来了到期，不看烟花怎么行呢？哈哈哈！不管怎么样，找个地方歇歇脚吧。我长野原龙之介，给你们讲讲长野原家的悠久历史。哎，这个先等会儿，老爹，我有事情问你。很久很久以前。哎，老爹又自顾自地开始讲故事了。东西不好意思啊，老爹以前受了伤，那之后耳朵就不太好用了。但刚刚的对话好像微妙地成立了呢。然后呢？人们又花了好长时间才明白，有一种矿石，它的粉末能燃出很漂亮很漂亮的颜色。老爹，老爹，先等等。啊，怎么了？之前订购的那些做烟花的材料已经送过来了吗？昨天的烟花都发出去了，前天的也是，大前天的也是。不是，老爹，我是说材料，之前订购的材料。嗨，今天的也做得差不多了，不用担心，你老爹的手艺还没退步呢。不是，是材料，做烟花需要用到的材料，矿石。是什么？矿石材料。哦哦，矿石材料。对对对，矿石材料。啊，对不起，
终于传达到了，我有点激动，嘿嘿。哦，材料的话还没送过来呢，具体原因好像过来说了一下，但我没听清。没关系没关系，知道这个就行了，那就晚点再做，等他们送过来，老爹记得要收一下。嗯，放心吧。不好意思，可能有点吵到你们了，如果有什么事要问老爹，就会像现在这样有点麻烦。对啊，老爹是很好的人，大家也都很尊重他。老爹因为听不清，所以从不和别人争论，也不否认别人的话，总是乐呵呵地听着。小的时候，我以为是老爹他特别理解我，觉得我说什么都是对的，所以我什么话都会和老爹说。后来我知道了，老爹乐呵呵的只是因为他听不清楚，不过我还是每天都给他讲故事。哎，这又是为什么？光是看到老爹笑我就很开心啊，这样他也不会寂寞吧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既然材料还没送到，樱花会又近在眼前了，我们得想想别的办法。那个萧公，是你回来了吗？你别吓唬人呢，不是让你别随便说话吗？哦，对不起。你等我一下，我现在过来。没有人在看这边，出来吧，到侧面来。幸好刚刚没有惊动天岭奉行的人，不然我们就都有危险了。是我太心急了，但我听到你回来了，我就……放心吧，硕次郎，至少目前一切都在计划之中。我们等下会去找做烟花的材料，顺便也会搞定船的事，就是之前答应过你的。谢谢你能帮我这么多。啊，他是我们家以前的顾客，前段时间刚刚从外面逃回到期，结果在偷渡的时候被发现了，现在正在被天岭奉行通缉。通缉？你也小点声啦，别引起不必要的注意。被抓到的话，硕次郎不知道会被判什么罪。为了让他避开这个风头，只能想办法找艘船把他送出去。是啊，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办法，但现在没那么多选择可以挑了。要是一不小心翻了船，那就……溺水很可怕的，这么危险的话，当初不回来不就好了吗？因为有不得不做的事，可是我一回来就听说了很多难以置信的变化，本来我下定了决心，但现在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也不想多给萧公和龙之介先生添麻烦，他们能收留我，我就很感激了。没关系没关系，不用客气，还记得我说的话吧，只要有我们家的纸条，就一直是长野园的客人。纸条？嗯，之前孩子们拿到的也是同样的东西，只要是想要纪念某件事而来定做烟花的客人，我们家就会附赠一张纸条。纸条的内容只有我们家的人能看懂，是制作这种烟花的具体配方。只要看了这个纸条，无论是过了10年还是100年，长野园都能保证做出和当年一模一样的烟花。哇，感觉很帅的样子。家里的老传统了，只要是老顾客都知道。嗯，那时候还是我的爸妈找龙之介先生做的烟花，现在想来也有20年了吧。唉，实在想不到现在会变成这样。没关系啦，只有实在迫不得已才需要乘船逃离到期，我还会帮你想其他办法的，如果能留下来那当然更好了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只要是客人找上门来有事相求，就不能让他失望而归。谢谢你，这样我就还能有点时间再考虑考虑。好了，也不要在外面站太长时间，快进屋去吧，等我有了消息再回来告诉你。嗯，太麻烦你了。明明是土生土长的到期人，却得不到回来的许可。对了，你们也是最近才来到期的吧？是怎么获得许可的？在靠勘定奉行的大小姐钟千里的帮忙，才顺利到了这里。
哦，原来如此，有大人物帮忙啊。那看来对硕次郎也没什么参考价值了。要是我们的奉行众能通融一点就好了。哎，你们去过的地方应该都不像道奇这样吧？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要想办法帮他的忙。不好意思，本来是邀请你们来看烟花的，结果现在不得不东跑西跑。如果你们觉得麻烦，可以过一会儿再来我家找我，我一个人去搞定材料和船的事。那太好了，我们先去帮硕次郎准备船，边走边聊吧。对了，方便问一下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吗？是他把我从水里救了起来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开始旅行了。怎么了吗？没什么，只是很羡慕你们的关系。要是我老爹身边也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人能随时陪着他，他就不会因为耳朵听不清而耽误事了。哎，为什么你一脸激动的样子？因为你居然没有说我是小家伙或者宠物。我来了，怎么样？船的事情还顺利吗？啊，还行吧。虽然免不了……等等，在外人面前讨论这个，真的……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他们是我的朋友，信得过。我们都是为了船的事来的。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。原来如此，抱歉，不是怀疑你们，只是以防万一。船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但我不能大摇大摆地把它划到附近。哎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锁国令嘛。天岭奉行现在对船过分敏感。我明白，真的很抱歉吧。客气什么，你愿意找我帮忙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那我这就去把船弄过来，你们……谢谢你。如果你顺路的话就去我……好嘞，正好烟花会很快就要开始了。本来就是这么打算的。哎，要不然干脆你给他们讲讲你的过去。这个就说来话长了。哎，要不然我先把船运到附近再说吧。哦，对对对，哎呀，聊到兴头上了。你先去忙吧，小公，等会儿还在这里见。幸好被他提醒，不然又要因为聊天耽误事了。前几天一直在赶工做烟花，老爹虽然很喜欢听我说，又扯远了。我想说的是，趁更衣去准备船的时间，不只是要帮你们做，还要帮找大河妖的孩子们和硕四郎做，材料缺了很多。那怎么行呢？不用在意我。会放烟花的人都是为了纪念某件事，这种纪念错过了说不定就没机会了。所以你是想说你……享受是很想，但其实我想说的还是不用担心我，没问题的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
只是和烟花一样。接下来跟我去城里穿。轮到我发问了，你一直都在说话，嗓子不会难受吗？会有点不舒服，但嗓子也就是用来说话的吧。也有道理哦。找到了。你好，阿森爷，这几天的工作还顺利吗？小姑，我就知道你果然。寒暄就不必了，是来找烟花材料的对吧？哎，真的吗？为什么你会知道？每次临近烟花会你就我都习惯了，你总抱歉，没哎，瞧你这话说的，就算手上的生意不做，这边的两位难道就是这次的委托人吗？像之前我和我孩子吵架的时候，我真是不擅长和他打交道。不会的，他是个心思很细腻的孩子，如果你的表情不要那么凶。大概是我明明和外面的人聊天，我没关系没关系，人人都有不擅长的事嘛，就算不是烟花的委托也没关系。顾客好的好的，怪不得大家都夸你，那矿石就尽管拿去用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这肯定不行。没关系了，就当是我给你的谢礼，不用。但人情是人情，做生意要讲规矩，可不要为难我啊。有什么关系你就收下吧，接下来那这样吧。哎呀，你这还行吧，这样帮我给你老爹带个好，注意。你也注意身。萧公很受欢迎呢。想要纪念什么的时候，但我觉得是大。总之现在矿石材料这样材料的问题。阿创，天幕先生，我来了。啊，是萧公啊，要是我没猜错是烟花材料。看来大家都知道。很抱歉，但能不能稍等一会儿？这个没关系，不，哎，这样吧，你需要帮这，没关系的吧，天幕先生，我到现在还有好多人的烟花没有做。还是这么吵闹啊，小丫头，天幕留的锻造，有人在旁边等。但是，这是很特殊的，所以矿石交给我吧。哎，师傅要亲自上手，不要大惊小怪。谢谢天幕先生。不客气，长野原。不过萧公啊，我尽量，以后我会准备。哎，不过对你来说，总之，不愧是天幕先生，看着颗粒的形状，就算很久没有看你拿工具了。那当然，从很久以前，天幕流就和长野，那时候是我的师。阿创，以后就轮到你。知道了。那就不多打扰你们了，别忘了去。好了，我们走吧，现在更衣可能还没有回来。没回来，不过没关系，我早就想找个机会和你们好好聊聊天，一直都在跑这跑那的，辛苦你们了。不过这一路上还挺顺利的，感觉一路上好像都没有什么我们说话的机。我也觉得冷落你们了，所以才想找现在这样的机。第一次相见，匆匆忙忙的，不，哎，你们是旅行者对吧？来到期之前，你们都去了哪些地方？虽然我没有去过梨月，但是听北斗阿子讲，好像是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。不过好像最近出了大事对吧？是啊，因为这个还引起了大骚动呢。不过幸好有大家齐心协力，才阻止了毁灭性的灾难。啊，那就好那就好，神都不在了还我是没办法想象将军不在的到期了。我听朋友说过，有想法有意志的人才会踏上旅途，你们又是为什么踏上旅途，还要闯过风暴来到我们这里呢？
还有向神明寻求答案。因为神的原因，和家人失散了，很难受吧？我明白了，既然这样就没办法了。本来想邀请你留下来的，留在道七。道七和外面的世界很不一样，这里追求永恒，换句话说就是风平浪静，很少会有变化。这样有一个好处，如果走累了的话，这里很适合休息。可能不太好懂，我只是担心你会比较累，可能走着走着就忘记启程时的想法和感情了。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吧？疲惫的时候做事总会觉得不顺手，如果太累了，就算是去玩耍，可能也……我的一个冒险家朋友告诉我，如果只想直奔终点，可能会浪费旅途上的机遇与感动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会想办法让你感觉到轻松、开心起来的。你已经来了，就算最后还是要走，我也要让……说不定等你找到了家人，会觉得道七是最适合当家的地方呢。要送给你们什么颜色、什么规格的烟花，我也有想法了。这里就……萧公，我回来了。久等了，我们去船那边吧，还是说你们要再聊一会儿？那好，我们走吧，不要太张扬。能接受住外海雷暴的船，那是当然了，质量完全可以放心。没办法，这是我能搞定的最大最结实的船了。我明白，如果要用这个闯进雷暴，说实话还是太危险了。我也希望硕四郎不会用到它，不过感觉更依你的手艺又进就别夸我了。为了不被发现，我们各自加工各自的材料，这个尺寸已经是极限了，再做大一那船就暂时藏在这里。我突然有点担心那又怎么样，我家和射凤行还算有，只要我明面上客客气气，而且说供奉也是啊，感觉已经脱不了干系了。原来经验老道，还以为你们好了。这次真的非常烟花我已经做好了，你方便的时候去我家取就可以，顺便找。哎，别提什么制作费，要是三姐看到我收了你们家的钱。三姐，我来解释，这也是我老爹告诉我的。一起出生的孩子有十几个，他们也是从小跟着家里人学做，大家关系都特别好。那既然是做生意，难免去到天南地北，以后相见的时间就少了。对，那时候我们的大哥就提议再分大家都是很有志向的人，虽然很难再相聚，但只要有人回来看。是啊，再好的朋友分这样的记忆，对我们来说就是永恒。原来是这样，这就是萧公之前说的纪念吧。就是这么一回事，所以我才不能辜负大家对烟花的期待。好了好了，还有硕四郎的事呢。那我也要走了，我可不想被人抓个正着啊。说起来，更衣每次带着商会的朋友来看我，他的朋友都会说。但他们人太多了，我小时候也不记事，没有特别清楚的印象。所以有一次他又带了陌生的朋友来我家，那人问我对他还有没有印象，我就说有的有的，小时候你陪我玩还抱了我的嘛。结果更衣哈哈大笑，说这是他的木匠朋友，只是看起来比较老，实际上只比我大几岁，搞得我满脸通红，不停地道歉。船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位置我帮你标记在地图上，建议你提前准备好干粮和水，有备无患嘛。好不容易回来了，真的不想再逃出去。但被天岭风行抓住也是差不多的下场，我觉得他们迟早会搜查到这里来。对不起，如果他们真的来了，我不用这么想了，就算出了问题，我想些办法也是。但如果真的被天岭风行追到绝境，我不会被他们抓住，但是这最后不就变成白跑一趟了吗？你这么想要回道七，是有什么事要做吗？以前我很不喜欢道七，
就离开了这里。但我意识到这件事之后，我……算了，不说了。这样啊，如果和我们讲讲的话……哎，真是的。要……没关系，我们不会打扰你。在你下定决心做了断之前，天灵奉行，天灵奉行。只要他们不要乱搞事。哦，对了，烟花店的老顾客里去找他们，说不定能在这件事上……这会不会反过来被举报？没事没事，他们是特别好的人。那你再去屋子里藏着，我和他继续就来。走吧，我们走，时间不等人。不对不对，还有烟花，烟花的材料，那么多人的订单。老爹，老爹！哎呀，算了算了，老爹，我给你写个纸条，烟花的事就交给你。刚刚为什么要打断我？他需要的不是答案，是时间呀。这不是萧公吗？快来快来，请勿坐坐。这边的是……对啊，是远道而来的旅行者，现在有外人到道奇来很不容。是啊，现在情况特殊，不过既然来……嗯，对了，你们两位之前订的烟花我也带过。哦，谢谢啊，每年都要麻烦你们家，不知道有生之年。没问题的，两位现在身子骨这么硬朗。哎，身子这东西，以前种田挑水什么的，一点。昨天本来想把杂草除一下。这样啊，没关系。哎哎哎，别别别，好不容易来一趟，我去拿点心喝茶。没关系啦，我不是总来帮你们做家务，对我们来说是小事情啦。不，哎呀，你们就是懂事，不像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这里还腌了点咸萝卜。好啊，我们去去就来。跟我来吧，爷爷奶奶腿脚不利索，我们帮帮忙吧，先除草，再去送咸萝卜。这儿哟。就差不多了，松叔叔在村另外一边，我们过去找他吧。松叔叔你好，最近身体怎么样？还是老样子啊。托大家的福嘛，上次卖到璃月去的烟花听说……那你不是更辛苦了？和龙之介先生还忙得过来吗？实在吃力的话记得叫我帮忙哦。没问题啦，烟花的事情可以自己解决。对了对了，这是乡里奶奶托我给你送过来的咸萝卜。哎呀，真是谢谢，本来尝了她的手艺可就忘不掉喽。哎，家里现在都还好吗？好啊，不过偶尔也会闹闹脾气吧。我觉得有亲人一直陪在身边，虽然叔叔阿姨的感情很好，看上去其实也不会。不过你说的也很有道理，那我以后多来看看好了，至少有……好啊，干田村的大家都希望你能多来看看呢。谢谢啦。事情都干完了，那我们回去找他们聊正事吧。
愧是年轻人呐，年轻人的精神用不完。老人说起来，今年就正好。是啊，一年一年。五十年是什么？那就要讲。在外人面前乱讲什么？啊，那这一段略过去，不讲。其实本来也没想烟花升起来，结果声音砰砰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五十年说长也长，说但携手走过五十年。我之前不知道是五十年这么特殊的日子。哎，不用不用，只要看了烟花，就能想起那段日子。他们的感情。对了，我们的事先不提。哦，其实是个比较难以启。硕次郎，他回来了。哎，你们认识他？那是我家孩子小时候最好的朋友啊。哎，那时候他们一直一起玩，结果呢，有一天。我记得那时候的硕次郎想要去外面的世界看看，可是我们家那孩子家佑从小就和我们一样，小孩子嘛。就是会因为对错而争论得很厉害。原来是这样。那之后，家佑虽然什么都没跟我和老婆，后来不知道是赌气还是其他的忙，我们跟家佑好好说说，他应该是会帮的。但如果是硕次郎的事，没想到这么巧。我明白了，我问硕次郎他为什么回来的时候，他也不愿意细讲。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下不了决心了。明明是童年挚友，现在一个是天岭奉行的人，一个在被天岭奉行通缉。没关系，既然这样的话，就不打扰你们了。我们会帮硕次郎想想办法的。嗯，要是他们的关系能和好如那么多年之前的争吵，哎，这样就没办法了。回去把这个消息告。丫头，不好了，刚刚天岭奉行的人来过了。哎，为什么？他们这就知道了？老爹，你没事吧？他们没对你做什么吧？我说了，烟花会房子里都是烟花，不要随便进去看，免得火灾。但他们不听，就觉得硕次郎那小子藏在里面。不过幸好硕次郎提前听到了动静，翻窗子跑掉了。天岭奉行的人没有在这里抓到他。哎呀，这就麻烦了，硕次郎现在应该还在犹豫不决。老爹，你看，我觉得天岭奉行的人一定会追上去的。对对对，名字名字，这么突然的就来抓人，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家佑，不然只是因为偷渡，应该还不至于这么兴师动众。不行啊，我耳朵不好，也没名字，我没听到。名字的话，我好像听到了。我刚刚又从朋友那里拿了点矿石，送过来的时候刚好撞上。领头的那个好像就是你们说的，叫做家佑。果然是这样。如果硕次郎还是没有下定决心，两个人见面不仅不能解决问题，这样肯定不行。跟我来，我们沿路打听线索吧。哎，是松坂他们，问问看吧。萧空姐姐好，对付大河妖的武器，萧空姐姐做好了吗？啊，那个我已经拜托给龙之介伯伯了，等会儿你们就去找他拿吧。啊，难道姐姐不陪我们玩了吗？对不起，姐姐还有些重要的事，会稍微晚一点回来。
下次给你们带糖果吧，就是你们喜欢的很甜很甜的那种糖。好，又有糖吃了。对了，我有个事想打听，你们刚刚看到了一群看起来很凶的叔叔经过这里吗？有的有的，他们好像在抓什么人。他们是不是也在抓妖怪啊？没事，你们不用担心，是叔叔他们误会了。你们听话，留在城里，等烟花会开始了就和他。嗯，会好好听话的，萧公姐姐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。看来就是这个方向没错了，我们继续追吧。如果硕四郎还是没有下定决心，我就不得不帮忙了。看，那边有天灵奉行的人，应该就是那里。前方正在执行公务，禁止通行。硕四郎和萧佑就在里面，对吧？我没有事情要找他们。听不懂话吗？说了禁止通行。哎，真碍事，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点燃引信，先行告退。小心火烛。小心火烛，先行告退。你们胆敢妨碍公务，好大的胆子！这种行为天灵奉行定会严惩，就算你们逃到天涯海角也休想逃脱制裁。说得这么吓人，跑得比谁都快。没时间耽误在他们的身上了，我们继续往里面走吧，应该就在里面了。我会跟上的。你的剑技很久没有提升了，硕次郎，你明知道和我决斗是不可能有胜算的。我没想到最后会落到你的手上。我认了，这就是命运吧。我已经没什么想说了。但至少你回来就说明你最终还是认同了我的想法。随你怎么说吧。跟我回天岭奉行，听候发落。这艘船的制造者也逃不过惩处。等一下，为什么就这么决定了？你们没有更多的话要说吗？我知道你是长野袁家造烟花的那个姑娘，早就知道你爱管闲事，但这件事和你无关。没事的，萧公，过去的事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那你辛辛苦苦不惜偷渡也要回到道期是为了什么？犹豫那么久又是为了什么？不就是想要现在这样可以好好说话的机会吗？我没有话要和他说，他是犯人，我是天灵奉行的执行者，本来就没有交谈的余地，只是念在旧日的友谊，我给了他与我决斗的机会，但他的剑技还是像以前一样不争气。为什么要说这种话？别再骗人了，你把你的手下都留在了那边封路，这里一个跟随的人都没有，
不就是觉得可能还有对话的机会吗？明明两个人都是一副有话要说的样子，为什么就是什么都不愿意说啊？自作多情，你又懂什么？行了，萧公，我觉得只是我一厢情愿而已。不行，明明什么都没做，当然不行。既然这样，嘉佑，你习惯用决斗解决问题，那就跟我决斗吧。只要我赢了你，你就要说出你的真心话，不要再把自己藏起来了。硕次郎，你也是，我赢了的话，你就把你回来的原因告诉他，无论结果如何都一定要说出来，不说的话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那如果你输了呢？我输了，那我就承认我是硕次郎的共犯，任凭天理奉行发落。萧公，那我接受了，以决胜负吧。长官，我们来支援你了。怎么还有援军？不是决斗吗？那我们也要帮忙，不能让萧公一个人。棒棒炸弹！先行者，先行者，告退。想看烟花吗？注意女仆的礼仪。交给我吧。先行告退。头，他们真的很强，我们还要找更多的兄弟来支援。退下。哎，不是让你们不要闯进来吗？都给我退下。是是，不好。我觉得这个姑娘跟当年的硕次郎一样固执，你为什么觉得我们之间一定有话要说？因为硕次郎回来虽然没有对我讲你的故事，但他找我做了烟花，从你的爸爸妈妈那里我听到了你和硕次郎过去的故事，那时候我就知道这烟那就绝对不是无话可说，不是为了感受寂寞才放烟花的呀。其实我是因为迷茫才回来的，并不是我改变了曾经的想法，而是我觉得我的做法只是在逃避现实。我见识到了蒙德的自由，璃月的契约，须弥的智慧，枫丹的正义，对我而言都有很深的感触。我庆幸我离开了道奇，但在我庆幸之时，我偶然听说道奇实施了锁国，我是逃离者，我因我的逃跑而骄傲，但实际上我真正应该做的是把这些外面的东西带回来。你还是天真的想要改变这里吗？不，不再是那么恢宏的想法了，我只是觉得逃走是不对的，明明你都没有逃。我过得并不好，也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，但就像听到了命运的召唤，我想回来看看的心情已经……我非常崇拜雷电将军，将他的一切想法都奉为教条去执行，但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在惩罚锁国的违逆者，收缴神之眼。我做的真的就是正确的吗？传留给你吧。我没法让你留在道奇，但我不想把你抓回去。但这样你不是没办法和上面交代？不用管我，我有办法。我听说现在外面的人想回道奇需要办理的手续很复杂，但总归还是有办法，我会帮你一把的。在那之前，你在外面等着我，别死在路上了。放心吧，嘉佑，我还想和你一起看烟花呢。嗯，下次吧。哎，这下子会被降职吧？也老大不小的了，我怎么会做出这么幼稚的事？就是硕次郎想用来逃跑的那一艘，之前我叫艺高他们运到了这里，用的是暂放违禁品的说法，把硕次郎追到这里来也是我早就计划好的。就像萧公所说，虽然当时我没下定决心，但我的行为已经暴露了我的愿望。但我觉得你做得很正确，而且你看，只要把这些话都说出来，
心中的芥蒂是能化解的呀。嗯，我现在也明白了，谢谢你。没，因为我和你的爸妈很熟啊，他们都是特别特别好的人。那早听说长野原家后继有人，虽然有点鲁莽和吵闹。对了，那时候的烟花，长野原烟花店是可以重现的吧？不行哦，没有那个纸条，我是做不出来的。纸条已经被硕次郎带走了。原来是这样，那就算了吧。别这么沮丧，我之前说了嘛，虽然不能帮你做，但是现在硕次郎已经没办法放烟花。啊，非常感谢。嗯，可不要错过烟花会开始的时间。这件事上，萧公表现得很强硬呢。因为我喜欢说话嘛，我相信语言拥有强大的力量，不愿意沟通的话，问题就会永远留在那里。人们就看，虽然硕次郎和嘉佑已经没办法回到从前了。好了，跟我走吧，我带你去一个最适合看烟花会的地方。老爹会代替我，把答应送给你们的那个烟花升上天空的。我会跟上的。什么呢，小公？嘘。啊啊！哎，满足满足，这次的烟花会也好看的要哭出来了。哎，应该没有真的哭出来吧？我感觉眼眶湿湿的就是了。哎，对了，你看到第一枚升空的那颗金色的大烟花了吗？那就是我拜托老爹为你们做的。哦，感觉很有气势，印象深刻。那就对了，那枚烟花我希望你们看过之后的感觉就是印象深刻。无论走了多远，遇到了什么，觉得动摇了或者累了，至少还能想起今天的烟花。我相信在时间的沉淀之后，这枚烟花在你们的心里会变得越来越漂亮的。对了，这样的话你们就是我的客人了。来，纸条也收好，想再看这金色大烟花就尽管来找我好了。不过在看烟花的时候，萧公你好像变了一个人，什么也不说，也好像什么都听不到了。那个嘛，其实听到了，只是看烟花的时候我从来不说话，这是我的习惯，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安静地目送它升空，是一件有仪式感而又神圣的事。你刚刚问我对我来说烟花是什么，对吧？嗯嗯，对准备船的更衣来说，它和三姐好像是要纪念友谊。对嘉佑的爸爸妈妈来说，他们纪念的是婚姻。而嘉佑和硕次郎他们要纪念的，对对对，信念。对我来说呢，老实说我从来没想过，我不知道。哎，我还以为能听到很震撼的答案呢。因为其实没什么人会问我这个，我也不觉得这是件很了不起的事。
我只是碰巧生在了长野原家，碰巧在老爹的教导下学了这门手艺，碰巧认识了很多人，听说了很多事，知道他们都把心中珍视之物寄托在了烟花里，烟花一瞬间就消失了，那是和将军想要的永恒距离最远的东西，但大家的寄托可不会消失，那才是烟花存在的理由。如果没有人想看烟花，那就没有烟花了，但也要这么想，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人把思念寄托在烟花里，长野原才必须存在，不然不是辜负了他们的心意吗？你知道吗，虽然我不怎么会去考虑复杂的事，但能生在长野原家，能做好多好多好多漂亮的烟花，我是非常自豪的。再到七成的日子好像也还不错呢，不过好像到了托马和林华所说的下一步行动的时间了吧，还是到木楼茶室集合，准备好了就去见他们吧。工作还没有做完，真的可以提前休息吗？我打算再待一会儿，我心中的烟花会还没有结束呢。啊，不过如果想聊天的话也没问题哦。松坂他们还在等我和他们一起去找大河妖，还有各家各户放完烟花，接下来的日子还有承蒙大家。你和派，我打算再待一会儿。啊，不过如果想聊天的话也没问题哦。你们的话免费吧，毕竟是我硬要送给你们的，一路上还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。别在意，不用这么客气。唉，我打算，不过如果想聊天的话，那就再打一顿。开玩笑，开玩笑啦，无非是认错、陪笑脸，倒是你们要更小心一点。